啊，诸佛如来现象，这经上讲的很清楚，啊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。你看，随心应量，不是随自己的心。啊，随众生的心，地狱的心就现地狱相，地狱是什么心呢？ 嗔恨、嗔恚，啊，那就现地狱相。啊，恶鬼相，恶鬼的心就现恶鬼相。恶鬼是什么呢？贪婪，贪而无厌，这恶鬼啊，畜生的心是愚痴，所以。 贪嗔痴啊，就现三恶道啊！啊，人道是什么呢？人道是十善无戒。在中国，老祖宗告诉我们的，五伦五常是人道。 现在做人好苦啊！为什么？他不是人了啊！现在的人比恶鬼还苦啊！为什么呢？人的心失掉了啊！人心是什么？五伦、五常。 四维八德，这是人心呐。老祖宗教给我们这四个科目啊，我们要把它找回来。哎，那这个社会人天福报啊，这个世间人有福了。 啊，这经上还告诉我们修福。你不修福，哪来的福报啊？啊，造罪要想得福报，无有是处，啊，没这个道理啊！啊，造罪，那只是得灾难，个人的灾难就是病痛。 别业，共业的果报呢？那就是天灾人祸。